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默克生。我们今天找这么一个没大有人的路段，来看看这个修完的车怎么样，有一些那个动作还能玩得了吧？这个铁丝啊，这么绑着我始终是不放心，因为我骑摩托车出去玩的时候啊，经常会钻山沟啊，上山下山，坡度很大，也很颠簸，这些越野的这个性质比较浓一些，所以说。这个铁丝管不管用呢？得试验一下，看一看。烧一下轮胎，看看这个轮胎怎么样。我这前刹车啊，我故意调的这个不太敏感了，所以说现在玩烧胎啊，捏不大住。因为摔过一次啊，太敏感了，啪就摔了。看看轮胎的效果还可以，这个地方有些划痕，但损伤不大，很烫。还行，这个铁丝绑到这个地方，一刹车搞大动作的时候，它就嘎喳嘎喳响，还得想办法，确实得想办法，不然的话你摩托车玩不了，很多激烈的动作不敢做。那好，朋友们，有好办法一定要告诉我啊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，朋友们。